大家好，我是小雨，欢迎来到缤纷娱乐秀，很高兴能够在这里和您见面。我们会每天准时给各位带来最新的娱乐资讯，缤纷娱乐现在开始。周深玫瑰与小鹿六周岁了，高晓松鼎力相助，生米布丁友好相处。白驹过隙，月光荏苒，指缝很宽，时光太瘦，那些美好的回忆悄悄从指缝间溜走。太快了，真的太快了，像做梦一样。周深玫瑰与小鹿六周岁了，地可补，海可填，南山可移，日月既往，不可复追。世界上最快而又最慢，最长而又最短，最平凡而又最珍贵，最易被忽视而又最令人回味的就是时间。少年人未老，时光已飞逝，仿佛弹指一挥间就已经有六年过去了。生米布丁感慨地说，像每一滴酒回不了最初的葡萄，我回不了年少，花儿还有重开日，人生没有再少年，岁月如梭，韶光易逝。重回首，犹记得那是六年前的夏天。那年夏天，周深发行首张翻唱专辑《回味》，并举办新专辑首唱会，在重庆举办个人专辑签售会，在重庆大剧院进行新专辑演唱会，发行首支原创个人单曲《玫瑰与小鹿》。周深演唱的《玫瑰与小鹿》太好听了，让人记忆犹新。玫瑰与小鹿以闲乐作底，用跳跃性的意象勾勒出一幅成人版玫瑰和小鹿的童话。周深经过反复的演练，将这首歌拿捏得恰到好处，情绪控制很到位。这首充满成人童话氛围的歌曲一经推出，就瞬间俘获了无数歌迷的耳朵，入耳入心。玫瑰与小鹿是由隐约作词，高晓松作曲，是周深的首支原创个人单曲，于2015年8月8日以单曲的形式发行。可喜的是，这首歌获得2016年度亚洲新歌榜年度盛典年度十大金曲奖。周深的首支原创个人单曲就获此殊荣，真的是意义重大，可喜可贺。从那个难忘的夏天，那个难忘的八月，到今夏，正好六年了，玫瑰与小鹿六周岁了。玫瑰与小鹿发行后时隔两年多，这首歌被收录在周深2017年发行的首张专辑《深的深》中。小编注意到，《玫瑰与小鹿》是高晓松第三张音乐作品集的首支曝光单曲，同时也是高晓松一藏十年的压箱之作。可见高晓松对周深是多么的宠爱啊，赞赏有加。这首歌意境美好，听极了。小编也刷到了关于《玫瑰与小鹿》的花絮。《玫瑰与小鹿》是由隐约作词，高晓松作曲。隐约写这首词是为了纪念他在自家小院栽种却年年都会被野鹿吃掉的玫瑰花。高晓松认为这首歌非常清纯，想来想去他想到了周深，他认为周深唱这首歌曲很适合，只有周深这种干净到一尘不染的声音唱最合适，跟词曲都特别配。于是高晓松找周深试唱，最终高晓松决定《玫瑰与小鹿》就由周深演唱。周深在录制该曲时，高晓松给了周深不少帮助和支持，教他一些细节处理的方法等。有了高晓松的鼎力相助，那时刚出道一年的周深活力满满，劲头和信心更足了。生活是种律动，需有光有影，有左有右，有晴有雨，滋味就含在追梦路上的曲折里，以及双向奔赴的爱里。周深因登上好声音舞台而走红，到玫瑰与小鹿发行之时正好出道一年，那时他已经有了很多粉丝生米布丁。每每回忆过往，生米布丁不会忘记，偶像力量催人奋进，生米布丁大家庭奉行和谐友好的处事原则。隔着人群远远地看着周深，或者隔着屏幕感受周深的歌声和魅力，揽尽风雨苦一甜，夜阑珊，夜无眠，听尽天籁，每天都是新的，不再清闲。望着洒满月光的星星，一路向前，岁月如歌，诗意盎然。生米布丁知道，勇敢的人不是不落泪的人，而是愿意含着泪继续奔跑的人。周深在追梦路上奔跑，生米布丁文明理智，洁身自好，理智追星，遵纪守法，做合格网民，暖心的粉丝。听歌，看舞台，看综艺，一首歌，一个片段，一张照片，都能让生米布丁回忆起那些美好的时光。这种幸福，这种开心，发自内心，没有中间商赚差价，真好。是啊，
有回忆，有憧憬，有期待。期待周深的七夕舞台，期待新歌、新综艺，两份惊喜。周深有你榜新纪录保持者，七月最受欢迎艺人独特的存在。近日，腾讯音乐有你榜发布了七月榜单回顾，周深再次延续他傲人的成绩。新歌《跳舞的月光》拿下27期周榜冠军。值得一提的是，上个零月周深连获四期人气得分 TOP1。随后，腾讯音乐有你榜特意做了一张海报，恭喜周深成为腾讯音乐有你榜唯一一位拿下人气得分36连冠的歌手。在2020年47期、2021年30期，周深的画卷和光同尘归楚、明月传说、若梦要一起见、小舍得、悬崖之上、繁星璀璨的天空、结恋国际歌问花、江湖缘起、中国加油歌十五首歌曲接力，使周深连续36次拿下人气得分 TOP1， 以累计斩获46次人气得分 TOP1 的成绩居历史第一。看到这个成绩，果然让人震撼，周深歌曲的影响力何等强大。也许很多人会质疑，但是这就是实打实的数据。这份成绩在众多的歌手中必然是佼佼者的存在。周深连续蝉联人气得分冠军乃是明星所向，人气与实力并存让他更加耀眼。明星最受欢迎艺人总榜、周深最独特、广大网友最期待的明星权力榜、七月份最受欢迎艺人总榜近日也更新了。七月份的周深依然是这个榜单最独特的存在。从前二十的明星名单，肖战、王一博、王俊凯、张哲瀚、朱一龙、李现、刘雨昕、迪丽热巴、任嘉伦、龚俊、周深、刘宇、成毅、预言、力丸、宋亚轩、严浩翔、邓伦、刘耀文、徐佳琪等中可以看出，这些都是娱乐圈里人气最火爆的代表。此外，这些名字里也有一个明显的特征，上榜的明星中大多数都是演员或者爱豆，而周深作为一个纯歌手，能够进入这个榜单并且取得不错的成绩，确实让人敬佩。人气与实力并存，周深不火都说不过去。对于周深和观众朋友来说，原本八月要举办的东方风云榜将延期举行，相信很多想去的小伙伴内心都有点小遗憾，但是之后周深会有更多的舞台值得大家去期待。周深工作室则放出了最新的工作照，给大家带来了无比的惊喜。不得不称赞一句，工作室的小周总最帅气。其实抛开歌手的身份，周深也只不过是一个为梦想努力打拼的年轻人而已。从沉寂到如今的颇受关注，垄断腾讯音乐有你榜人气得分，成为明星最受欢迎艺人榜上最独特的存在，这些成绩来之不易，背后的坚持与付出让人佩服。而对于一直陪周深走下去的生米来说，则是无比的骄傲。吃瓜不停，娱乐不断，感谢大家关注缤纷娱乐秀。如果您喜欢我们频道的话，请给出您宝贵的赞，并且记得订阅我，同时不要忘记了点亮订阅右边的小铃铛，这样就可以在第一时间收到我们的频道内容了。我们下期节目再见吧，拜拜。